看这一题，他说下列各命题何者为真？我们看呢，第一个命题说若无大于三的话，则三大于二。无大于三，这是对的；三大于二也是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命题是对的。哦，这是对的。哦，这个是对的。再来，我们看看呢，第二个选项。他说若无小于三，则二大于三。这个的话呢，结论是错的。虽然呢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前提它是错的。五小于三是错的，所以哈，这个命题呢，它是对的，啊，这个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，第三个选项，他说若五大于三的话，哦，这是对的啊，则二大于三，这是错的，所以呢，它的推论是错的，哦，就这个命题是错的，哎，错的啊，第三个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，第四个，第四个他说若五小于三，哦，这个前提是错的，则三大于二，结论是对的，结论是对的，所以这推论是对的，哦，也就是说这个命题是对的，所以对的有一二四，错的是三。